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神中课效法主耶稣。今日是3月9日，题目是埋藏的才干应当使用。经文记载在哥罗西书4章5至6节，你们要爱惜光阴，用智慧与外人交往，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好像用盐调和，就可知道该怎样回答各人。内文讲到，要寻求身体和心灵的改变，要做好准备，用主的货财进行交易，你这样做就能够获得更多的财富。每一个获得才干委托的人都要用来造福他人。在最后算账的大日子，谁会说我就害怕，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呢？主会对这样的人说，你这个又恶又懒的仆人，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，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。主仍然在呼召那些显然无视自己的不足、陶醉于自我的人，那些设法谋求怎样才能够最好地满足自己的人。上帝帮助这些失去属灵眼光的人认清有一个世界需要拯救，应该让那些仍旧不知道的人了解真理。这项工作需要基督克己的恩典。数以千计没有参与上帝圣工的人，应当发掘他们所埋藏的钱财，交给兑换银钱的人。这些以为自己肯定能够到达天国，同时却随着自己的方式和想象的人，最好打开封印，重新审视他们对天国珍宝中的产权。在锡安无忧无虑的人，最好担心一下自己，并苦心自问，我在主的葡萄园当中做了些什么呢？我为什么没有负基督的轭和上帝同工呢？我为什么没有在基督的学校学习他柔和谦卑的心？我为什么没有担负起侍奉基督的工作？我为什么不做一个坚定的基督徒，全力以赴地拯救周围张望的人呢？圣经难道没有说吗？我们是与上帝同工的，你们是上帝所耕造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吗？我难道没有在上帝的帮助下，为今生永世而建造品格，因真理而成圣，藉以促进自身和他人的虔诚吗？欢迎大家下次再收听。